预防 H7N9 流感，出国前往病例发生地区，莫去碰到家禽、鸟啊，肉甲卵煮熟上安全。会记得卡洁洗手，咳嗽请挂嘴安。疫情若发烧无爽快，请主动甲检疫人员讲。回来十天以来身体无爽快，爱赶紧给医生看，而且讲出咱去过什么所在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关心你。